连网络上的热门女神出处。第一位，来自杭州亚运会的啦啦队颜值美女，她一身红色裙子极其亮眼，甜美的笑容一瞬间看着有种酷似陈妍希的即视感，能让无数网友回想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里面的女主角沈佳宜。她是来自最红啦啦队的队员，名字叫做沈肉肉，在此次杭州亚运会这个啦啦队可谓是名声大噪。第二位，她是此次杭州亚运会的短视频平台的解说主播之一，更是一位爱入骨髓的库里迷妹 NBA 体育主持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她长相甜美，有着一张初恋感的脸庞，犹如仙女下凡般的女孩，清透明亮，灿烂的笑容和出众的颜值俘获了众多粉丝。她叫做王小鸡，也被众多粉丝誉为长江一百小鸡最美的体育主播。第三位，她身姿婀娜，舞姿优美，迷离的眼神看着让人心潮澎湃，浅浅的笑容将她映衬得更加娇媚迷人，仿佛有一股独特的视觉魅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她深深所吸引。她叫做青蜜，是来自无忧传媒的一位舞蹈美女主播，这样拥有身材和颜值都极佳的女人，是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女神呢？